坐船过去。好好背你。怎么他喜欢我？嗯，谁说的？他自己跟我说的。这什么时候说的？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成木他就是甜甜的大人，他说他喜欢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亲了，再亲要掉一层皮了。我就是太喜欢你了，你终于接受我了，宝贝。宝贝，小心我抽你啊！如果抽我能让你接受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嗯。那个，我是个男人，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放你走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意思，你不就耍赖？昨天晚上你已经答应我了，做我女朋友，是不是该吃早饭了？不吃。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？早知道就听程梦的话，不可求。酸甜的文章写的不错，说出了甜。就是，瑞丽零食吃没了，我们去超市采购一下。哦，露娜，露娜就是打野的那个露娜，你经常玩王者吗？我有个朋友超级厉害，要不然我们加个微信一起开黑吧。爸爸妈妈回来了。三。可惜了，帅哥都是别人家的。啊。程木，你可真是万人迷呀！啊，哎呀呀呀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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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！思涵，你是生气了吗？没有啊。我就是觉得吧，现在的女孩子都太勇敢了，我就没有当年那个勇气了，所以我就注顾什么。不会的。哎，程木，我送你一个礼物吧。像你们这种长得好看的人呢，出门在外太危险了。这个挡桃花神器送给你。小姨，我也要。这给你，拿着。
子涵，哎，你有消息？哎，瑞瑞，你慢点。子涵，瑞瑞这些日子麻烦你们了。瑞瑞快开学了，他一直在国内也不是办法。一周后有人来接瑞瑞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小姨，你快点！哎，你在干嘛？发个沉默啊。好消息当然要人尽皆知啊。不行，这事必须保密，尤其是沉默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我弟觉得我抛下他。以前只要我一谈恋爱，沉默就会跟我生气，我不能先抛下他。沉默都已经是大人了，你作为姐姐也没义务对他负责那么久吧。况且你现在的对象是李景阳，我哎。别废话啊，你现在不过是在我的试用期，我随时都有可能跟你分手。哎，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否则立刻分手。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，没得商量。还是说你想现在就分手？也行，我同意，那我们就好聚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哟，我去！对了，我最近能去店里跟你学做甜品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学这个？是不是我再不努力就要饿死了？我打算开拓一个新板块，教粉丝做甜品，但是我又不会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你要是没空就当我没说。可以啊。谢谢啊。那你在前面路口停一下吧，我还得去趟公司呢。哦。我汇报一下店里最近的情况，酸甜发售以来，新老顾客都很喜欢，但咱们店里最热销的还是月下姑娘。不过，月下是每日限量供应，对咱们店整体的销售额来看，不是很可观。所以我在想啊，咱们要不要取消每日限量供应？月下的那个玫瑰限量是每天新鲜做的吗？如果要加大供应量呢，就意味着咱们得提前做好冰冻起来，口味会打折扣。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靠金钱衡量的。我们SO首要保证的是口碑，我希望每个顾客都能吃到最好最新鲜的。明白。那我再给大家同步一个好消息，自从新品发售，咱们店吸引了很多网红过来打卡，我们呢也终于又回归到了城市热门打卡美食地第一的位置。哇，终于回到属于我们的位置了。Sweet。 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啊，明白老板。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目前来看没有了。那这样，我知道最近呢咱们店的销售又起来了，顾客又多了，大家都很辛苦。今天下午呢咱们早点闭店，大家都早点休息啊。冰，安排一下。好。你说这为啥呀？这老大突然给我们放假，我都不知道干嘛去。你傻呀你，给你放假还不好啊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是啊，感觉最近老大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肯定忙着追姜思涵的呗。等到时候老大脱单呀，店里的黄金单身汉可就我一个了。哈哈，你可真敢吹。你最近的账号数据运营都给你了吧？有什么想法说说吧。想法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写的太少了。你最近的数据我也看了，这两天呢又有一些好转，不过这远远不够，美食博主很多，你要如何突出重围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看
你过去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甜品背后的故事为主，而且更新的频次也都不固定。玉姐，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，我做美食账号内容五花八门，杂而不精，所以呢我最近约了程木，让他教我做甜品，以后就主攻甜品这一块。很好。啊，要是没什么别的事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啊，好。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最近跟我弟弟有什么进展吗？进展？我们还跟之前一样啊。我了解我弟弟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不太会表达，但他对你和对其他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，你可以再多给他点时间，千万别放弃啊。嗯，我明白，谢谢玉姐，我走了。嗯。哎，啊，手机。哦。嘿嘿，宝贝，我能不能提前过来？嗯，想你了。这个，想要杯这个。哎，你好，这个这个好，好，这样吧，这个好，这样好，你撒杯这个，撒，好嘞好嘞，要这个吧，这个姐姐，哎，有了，超美，是吧？我这批衣裳肯定很好看。最后最后，哎。刚刚救了我，我要报答你。不用。以前怎么没发现，这小子居然这么帅。这也太可爱了。那你就吃掉可爱的他吧。哎呦我的妈，绝了绝了，你知道刚才我在后面看到什么了？猜到了。老大在那儿教姜思涵做泡芙呢。那场面跟拍画报一样。我看呢。泡芙都不用加糖，都能齁死人。大惊小怪的。你说老大这两天让他没事下班就赶紧走，是不是这俩人有甜蜜教学呀？你才知道。哦。啊，白哥说，让咱俩没啥事可以先撤了。他带瑞瑞玩去了。老蒋呢？走吧，火锅走起啊。嗯。
正所谓女追男隔层纱，我跟你说，这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一行肯定就得沦陷，是吧？那个，我问你啊，但是如果这个男的特别优秀的话，那这层纱还好捅破吗？思涵小姐，我跟你说，在我们老大眼里只有甜品，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女生就能入他的眼的，那烘焙间更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进入的，所以啊，你这根本就不用打，纱都已经披在你脑袋上了。瞎说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上面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做一遍。恋爱必做的一百件事儿。嗯，我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吗？嗯，我想想啊，应该是来不及了。你已经上了名为李景阳的爱的贼船，跑不掉了。嗯。你要干嘛？证明自己手机还不错？我已经证明了，否则我怎么找到这么优秀的女朋友？嗯，好了，不玩了。嗯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家。情侣必做的一百件事儿。不许挂！哎，我就不。别闹！哎，你别闹！我一会儿约了程木，哎，不让我挂也可以，让我留下。哎，你别闹！我还有惊喜给你。你就这么想我回家吗？程玉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笑。我不想你这么大压力。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天。你收起来，赶紧收起来。姐，我看楼下有个外卖。
瑞瑞睡了吗？我刚把他哄睡着了。时候尚早，不如我们看个电影。他点这么多蜡烛干什么？不会是想跟我告白吧？我是不是要坐过去一点？这个特别好看，花子军团，我只狮子。啊？咱们两个坐在这儿，不会就是为了看动物吧？我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，你选一个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。思涵，嗯，我小姨，怎么了，瑞瑞？瑞瑞，怎么了？做梦了是不是？大爷，妈妈在我家，家里没人，爸爸妈妈都不见了。瑞瑞，那都是梦，啊，都是假的，醒来就好了。他们不要我了，对吗？爸爸妈妈怎么会不要瑞瑞呢？爸爸妈妈最爱的就是瑞瑞啦。是这样的，因为瑞瑞放假了，小姨和干爸呢都特别的想瑞瑞，嗯，妈妈就把你送过来陪我们啦。你骗人，他们觉得我是累赘，我是他们的累赘。不是这样的，小姨跟你说啊，这个呢就是一个梦，一个噩梦，我们醒来了什么都不是了，对不对？瑞瑞永远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小宝贝。